请各位找《论语》讲要。530页，530页。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先念一遍。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积月而已可也。3年有成。”积月就是一年，一年12个月了。12个月，那么从这个正月、2月一直到12月，然后又回来，又是正月，这就是积月。孔子说：“苟有用我者，苟是个假定词。”苟字当这个，这个成字讲，诚实的诚字。苟有时候啊，要是真有人，诚有人来啊，用我。用我什么呢？就是孔子假定的来办政治啊，用我来这个治理国家。积月而已可也，一年呢就可以可也。就是一年的时间，就是把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啊办得有程序，各项都有了，治理得很好。不乱，3年有成啊，积月而已可也，就是啊，把各方面那个应该办的事情呢，都有了头绪了，再，这是一年，再加上2年、3年的时间。有成，这就有成就了。可以而知是初步的效果。3年有成呢，这是就是政治办的这个成就了，成就了就是国泰民安了。这是孔夫子的自己还有所保留的话，还是谦虚的话。真正说起来啊，孔夫子那个时候啊，根据《史记》，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啊，《史记》里面有孔子世家，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面就讲过，
孔子那时候在鲁国啊，鲁郡用他来办政治啊，三月而国大治啊，3个月，鲁国就是啊，治安呢办得非常好，大治啊。大致没有犯罪的人了。这个时候，也是根据《史记》里的孔子世家里面记载的。孔子讲这话是在魏国，就是、魏灵公那个国家。在魏国，那么当然跟鲁国不相同。魏国这个时候啊，就很乱了。孔子这个时候啊，在魏国，这是魏灵公在位的时候。魏灵公到那时候。年纪老了，昏头昏脑的，就宠爱一个男子，男子是他的夫人呢，他不了解孔夫子这位圣人，他也不能够用孔夫子。所以，孔夫子啊，有感而发，说了这句话，意思就是说，就像魏国，叫魏灵公办政治，办到这种乱的现象，要叫孔夫子来治理的话，积月。积月就是一年呢，做个预备呀、啊，把那些乱象把它整理整理呀、啊，可以啊，大概是可以啊。再，3年呢，就会成就的。这话是，确实是如此啊。假使魏灵公要那时候，真能用孔夫子来整理来治理魏国了，那魏国后来不至于那些乱的发生啊，所以这张书，孔夫子讲，那个3年有成。虽然古人注解是针对魏灵公来发的这种感叹，实际上到了后代，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君主啊。要能够很幸运的遇到孔夫子这样圣人呢，他这个治国啊，一定值得把这国家，这个治得很长久。当然，政治是最近讲的世间法。政治就是生灭法了。无论哪个朝代，有兴起的时候，也有灭亡的时候啊。但是你要用这种圣人，
甚至用不到用闲人也不错了，也可以维持这个朝代呀，可维持比较长久啊。用闲人，那些人都是学孔夫子的这个教育的，他来帮助国君治国的话，他就可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延长的比较久。周家的，有几百年的天下，那个汉唐都是啊，到了这个，就是到后来清朝吧。清朝用的人都是，很多都是清朝是满洲人了。他也入了馆，做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君主了。他这个用的这个臣子啊，很多都是汉人。他用的就是中国固有文化，所以清朝也是维持好几百年呢。所以这个。一个政治，你要是维持长久治安的话，要有圣人来办就最好。圣人没有的话，贤人就行了。这张书，孔子讲这个话。虽然是针对魏国那个时候有感而发了，但是对于后代的国家用人的话，启发性很大。所以，归结到在这里，为什么在历史上能够用贤人？贤人用的就是，讲这个教育，也就是文化。中国固有的文化，以这个为主啊。那我们现在看，我们就是，别处不讲，我们就讲台湾吧。我们这个文化哪来的？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文化。绝对不是孔夫子讲的那个固有文化了。孔夫子讲的文化，前面讲的五伦教育，那么在最简单的讲。讲这个
仁义，讲仁讲义啊。那现在我们台湾讲的什么呢？政治、教育、社会，一切都是讲功利主义啊。这功利都是从西洋来的。中国固有的文化，那孟夫子讲的多么清楚啊！孟子见梁惠王，梁惠王一见面就说：“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呀，一将有以利吾国乎？对我们国家带来什么这个利益呢？”孟子啊，所谓成为大贤人就是在此啊，他说。王何必曰利呀？就告诉梁惠王，你何必将把利字当头啊？就讲利呀、啊，那怎么呢？亦有仁义而已矣呀、啊。我来的时候，我讲仁义呀、啊，讲仁义就是固有文化，讲功利。那时候梁惠王所讲的，现代人所讲的功利主义，那绝不是儒家孔夫子所讲的这个，这种文化。所以，必得放弃功利主义，学习固有文化。固有文化讲仁义啊。仁义仁修满了，就是德。就在上论里面讲，孔子讲那个至于道那一章。先学礼乐，礼乐就是成就恕道，恕道修圆满就是仁，仁修满了就是德，德。进一步就是道，就把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。这是我们固有文化。我们研究《论语》，就从这些地方来辨别什么是固有文化，什么是不是固有的文化。坚持固有文化，你办政治就是王道的政治，就是仁政。自己修行的话，修道的话，你就能够了生死，成就圣人。不能坚持固有文化的话，一切是讲究功利的话，这功利是无非满足自己的多生多劫以来的那个自私自利的恶习气，满足这种这个欲望，那这个与修道是完全相反的。这样也辨别了，我们是学《论语》啊，我们才有受用啊。才能有成就啊！所以这一章对于我们这个启发性就有这么重要。后面这一章在这个531页了。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取杀矣。诚哉，是言也。”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取杀，这是那个时候的一种成语。
孔子把这两句成语啊提出来，然后加上一句赞美的话。孔子自己的话就称赞呀，是也也。这两句成语啊，说的正好啊，实实在在是这样啊。一个善人，这是一个还比不上贤人的，更比不上圣人的，但是他是善人，善人就不错，善人呢？他知道办政治啊不能够实现这个暴政，要处处为老百姓呢做事情，所以这样的人呢为邦百年呢，为邦就治国了，帮你是国家，由善人来治理国家，治理什么？治理100年。这跟前面不同，前面孔夫子讲，孔夫子是些圣人，积月而已呀，3年有成。他这个善人呢，来治国啊，治理什么国呢？下面可以看出来，这国家很乱，蚕是这个残暴不仁的，杀呢，在政治上。这个不拿好好的教育来，好的教育来教化民众，民众也犯罪了，啊，只有杀了。在上位的这样，民间怎么呢？民间，你上位的人怎么样做法？下边也跟着学，所以这个由善人来治国，要把这样残杀的从上在上位的人到民间，这种啊残杀啊把它去掉，胜残去杀，胜残就是把那些残暴的人呢超胜过他，胜残呢，好像作战一样的。原来残暴的人很凶狠，你这个善人来治理的话，把这个残暴的人把他打败了，你胜了，叫胜残。把这个残暴人打败了，你胜的话，那个残暴之人呢，就不敢做恶人了。学这是也学善了。去杀，那就是指的在位的来讲，
在位的人呢，原来是好杀，老百姓不管是犯的什么样罪，他就来用这个刑法来治理啊。去杀呢，善人来治理100年呢，可以叫在位的君主不用刑法，也去杀。这样圣禅去杀，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了。叫善人来治理的，把这个残杀胜过来，这个杀害的用刑的把它去掉，都修着为善。这要什么长的时间呢？100年。要善人来治的国家，要100年呢。当然，这个善人，他本人是不是能够活到100年？他能够来治国，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治国了，他总是要成年的时候，二十岁以上的，他才能治国了。20岁以上的治国，100年，那就120岁了。大概没有这么长长寿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善人治国啊，至少100年才有这个成绩啊。这个善人，他寿命终了的时候，还没有圣禅去杀呢，接着第二位善人再上来，这就不容易了。所以这一条说起来，善人为榜碑，你要分析研究起来呀，就很难了，很难得了。这是古代一个成语，是真正像成语这样实行办得到的话，善人呢？一个善人还没有成就，第二个善人接着来讲。古时候政治啊，那个政治人物他自己来治理国家办政治啊，他不但自己办呢，他还要培植下一代呀，他要好好培养啊。他自己这个政治还没有成就的话，他培养出来第二代继续来办这个善人政治。果然这样办的话，政治一定办得好。所以孔夫子对这两句话这个确认，这两句话说的是有道理。臣在呀，臣在就是这两句话说的啊，实在是说对了。斯言也，斯言指的这两句成语。那就是说，治国谈何容易啊！治理国家，要把这国家治理坏了，那容易得很。夏朝从夏禹王，接受这个舜帝
让天下给他，他就是啊，这个传给这个他的儿子很贤能嘛，传给他儿子，一传下来就变成家天下，家天下也不错啊，传了几百年呢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到了夏桀王，一个人把他祖上的这个禹王传下来，这个天下，他一个人呢，一下就把他败掉了。成事难，败事容易啊。治国不容易啊，败国是容易得很。到了殷商时代，怎么呢？成汤王圣人，他把这夏桀王呢，这个暴君呢，把他放逐出去了，建立这个，商家也就是殷家了，建立他的天下，维持几百年呢。到了殷纣王这一代，就把这殷家的天下毁掉了。所以我们看那个读《论语》、读历史，要知道啊，成事不容易啊。坏事容易得很，你想建筑一个大的房屋，那个房屋建得很高的一个大厦建筑起来，要破坏容易啊，破坏一个炸药一炸就毁掉了。就在不容易当中。在成就的时候，一步一步的呀来治理呀，治理拼的是什么呢？还是拼固有文化，善人为邦百年，他是善人，他善人是来治理国家，还是要根据？固有的文化来治理的，不用固有文化，那的国啊，很快就亡了。就从这张经文里面就是讲，善人为邦百年呐，他要把这个乱世。治理有了头绪的时候啊，还要100年的时间。可见呢，办政治办好不容易的，破坏非常容易。这张书。你这样往里边研究，那就珍惜呀、啊，珍惜这个固有文化了。我们现在辨别现在这个乱象，大家都讲功利主义，都是要满足自己。私人的那种恶习气的欲望，这个不是固有文化。你要把现在这个乱世啊，把它矫正过来，把它改变，
改变一个太平盛世的话，各位想想看，从哪里改呀？改人心呐，要改变人心。改变人心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人心从多生多劫以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呀，那种恶习气在那起作用啊。你要改变人心的话，在政治上面来讲，就叫大家学善人、学君子、学仁；就自己的修道来讲，就要放弃那个违背修道的那个自私自利的那种心理，这个谈何容易呢？虽然不容易呢，不容易啊，我们逼得这样学。如果不是这样学的话，我们看见国外人家啊，现在是，我们就拿美国来讲吧，美国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强国，他在这个太平洋有舰队，在大西洋有他的舰队，称霸世界。但是这个，这些都是叫他们自己的国家，叫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民，顺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呐，与这个道完全相悖的。这样顺着这个这种教育、这种政治下去啊，本来这个人都是在人道。这样信下去啊，把人道降低到三恶道里去了，这个很危险的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我们绝对不要跟现在别的，我们不去说，我们现在这个在台湾讲的这文化都是国外的文化，我们不要学。一定按照我们固有文化，我们自己啊，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讲，我们说恶习气，去一层自己的心性，就能显出一分。这样聊生死才有希望，圣人才能够成就的。你看我们现在认为啊，世界潮流都是这样啊，那么我们不能违背世界潮流，好啊，违背世界潮流，世界潮流把我们从人道里带到三恶道里去，这样一算，哪样好，哪样不好啊？所以我们对于固有文化，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不要迎合时代，现在世界潮流。所以，要改变人心不那么容易。所以这里那个时候，孔夫子就说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局杀。胜残局杀，要从人的心理要改变呐，还要100年呐。我们现在要把现在这个，大家都相信世界潮流是对的。”你要改变这个心理呀，
恐怕100年不够啊！这个，要觉悟啊！100年不够，我们既然懂得这个道理了，相信圣人所讲的话，最理想的我们不要跟人家学，先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然后才能够，我们自己是别业，个别的业了，个别的业我们自己把它转好了，然后有能力的时候才改变共业。所以从这两句这个成语里面得到这个启发，得到这个启发就是修道啊，这样的修道才是稳妥的。现在看532页，子曰：“如有往者，必失而后仁。”孔子说：“如果有往者出到世间来，他来办政治，必失而后仁呐。”失这个字呢？三个十字连在一起，这是楷书这个写法，写着那个篆字啊，三个十字，三个十字连起来的，三个十字。一个十就代表10年，三个十字连在一起就30年呐。必失而后仁呐，来由王者来治理国家，30年，而后啊，这个仁政来成功了。这个王者，是根据古人注解，像孔安国的注啊说，如有受命的王者，受命呢，受天命。接受天呢交给他的命令，交给他的任务，所以古时候啊叫做天子啊，天子是天的儿子啊，天发布这个命令，叫他的儿子到人间来治天下，来治国，他是受命的王者。为什么必失而后仁呢？30年，才能成就仁者呢？就是仁政啊，受命，受天命。到人家来做天子，来治，来办政治。他来办政治，就要实行仁政的呀。他没来之前，这个时间的政治办坏了。所以天就叫他的儿子
到人家来办，他来办要办人证，办人证不容易的啊。原来这个证，这个时间是衰世啊，衰就是要快要乱了，那人心都不好。这个仁者呀，王者来办政治啊，他要实行仁政，实行仁政呢，也是要从人性开始改变，叫人人学仁呐，不要学自私自利呀、啊，学自私自利，只有我没有别人的呀、啊，学仁者要是。是关心他人呐、啊，那么王者来治理天下，他要这个天下人都学好人，都学仁者呀、啊，从这心里都要学仁的话，也要30年，好不容易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要学道、学政治，都要教学人呐、啊。学人除了自己，你要行，在佛家来讲行菩萨道，在儒家来讲做君子儒。君子儒自己做，也要教人家来要学。所以啊，要事必事而后人。人才能学得好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